2斤重的犀牛虾，好大呀，这个虾。长得挺好玩儿，这个其实都蒸着吃，但是它最好吃的方法就是给它刺身，蒸完了就是红色的，这个是不蒸的。哎呦，怎么还出水了？放一下尿啊。哎呀，哎呦，这新鲜！辣眼睛，好硬啊！那是香蕉硬。可算打下来，我准备了芥末跟辣根儿，有点多，给我眼睛辣的都睁不开了。刚才呛眼睛，真鲜。